我知道自己这次的表现没有很出色，那也很高，也很开心，就是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次的某模，也非常感谢评审他们从一开始就一直在给予我很多建议，他们一直希望我能够表现得更好，一直给予我很多的机会，让我有机会去努力的进步。那我希望其他的 model 他们也能够继续的努力加油。那我相信就是经过这次某模的经验之后，我在未来拍照会更有自信。